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8华为手机杯，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一轮的一盘主将战，是由厦门队的主将柯洁九段对阵成都队的主将党一菲九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个今天两位对棋者，一个柯洁和党一菲。柯洁现在比较火了啊，就是。这个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多，就是说非常火的最火的一位棋手。今天我们呢，这个来讲他的棋。但是今天这盘棋，他跟党一菲这棋啊，第一轮对他期望值很高，但是他对。呢，反而是没有党一菲发挥的好。其实我觉得最近党一菲是发挥非常出色的一位出棋色。手，虽然说他的等级分呢目前只排在32位，但是我最近看他的一些棋局啊，包括他在农心杯之前的发挥也非常出色，对，很优秀，真的是。而且他就是棋局上反映出来的内容来看，他平时的训练量非常的大，我觉得，行，非常用功。好，我们好，我来们进来入棋看局他的这个啊。棋局啊，柯洁执黑，行为，然后直接3-3，这只你看，最近的是流行布局，对，下的特别多。这个从第三手开始就点三对，三，这棋上都大家都背谱了，开始啊，然后下了个这个，行为，然后那个黑棋小目，小目，小目呢白棋挂直接角，挂角，就然后再翘起来，这也是流行的啊，对，这个也是挺好，然后接下然来接后着点三点三。3-3，都点得过瘾了，大家都是点3-3成为一个现在是，不点好像现在都不好意思了，都是，大家都是喝一个，不点3-3就感觉到就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了，大家就觉都得要好像必没须有要，紧跟是吧？没有紧跟，就要这么点。点完了，我觉得这黑棋抢到这个好像看起来配置不错是配置吧？不错，好像还可以。这个位置都是好位置，是对吧？都是好位对。置。然后这个配间隔还是可以的。这样应该说，棋局虽然还早，也是不错。好像黑的也还行，那面的间隔还是不错。那该白棋了，白棋选一个，白棋选在这里，这个对，也是那个。拆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好位置，对，对吧？就虽然说我们都不明白这些点三三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，这两步棋还是能看懂的。黑棋这个拆尖各加走一个那个什么白棋这个大城，拆一个也都挺大，确挺实好，是。然后剩下的还是一个角呢，接着点，接着点，好，再点一个，又来了，这棋下的真是过瘾啊！看着就三个点三那三，个，如果放一个星位，他还估点，计还点了，确现实在是。跟小目的不好意思了，那么现在就再点3-3，那现在挡哪个呢？他挡的这他个，挡选这一边，个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不来这个了，他来了一个这个连扳，走这个换了一个，这个呢就那就是一个是什么？叫做常规的一个，常规的一个定式了，这个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，黑棋把这个提了，走成这样之后。这个柯洁现在的方向啊，不知道往哪儿走。现在选择就是说，现在点完这个呢，以后可能他觉得这个长一个变大的了，这个走这个，以后比如说这利啊什么变厚了，是吧？这很有意思的是，刘老师最近看到点三三完了，好像很少有长的，不知道对，为什么。他 要不然他们就搬，搬，要不然他们就连连搬，扳啊，也有，但很少长要的，不就脱先了，对，反正就不长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，是觉得这个长好像外面被人家刺一下很不舒服呢，还是觉得这个效率不够高？我这也理解的不够。是，其实他们迷信那个什么，迷信那个电脑啊，给他的提示，这我是觉得有些棋呢，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在里这面，个不现能在，光但光迷信。是这个现在，当然现在没法说。这个棋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家还是这个现在这个，大家都这么认为，都这么下，反正，都这么下，你要问他为什么，也不好说。现在大家就是价值观都在这儿呢，觉黑得这棋，个，你既然我觉得这他个打长还吃是了一大，个，但是是的，柯洁就这么选了，他打完利了，他打选了一完个这利，个，对，对，这个是定刑法，现在特别常见，就经常是见到是这样打子，完利，就这样打下完的，利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棋，就是把你这个给杜绝了，像什么连扳呢？刚才说这对个对啊，对，扳了连扳是吧？现在是打了利，挺好。
然后这个时候该白棋，白棋现在拖了一个，拖了一个，嗯，在这儿拖了连扳。因为本身如果不走，被他尖一个是个大棋，对，尖顶是被尖顶，这尖顶了之后，这颗子明显就这个非常大的一步棋，是的，他把你那个就先给你，先给你断了。啊，直接就是连扳。对，其实拖完了呢，除了连扳也有断的，还有糊起来的糊。但是如果现在糊起来，黑棋肯定会打上去吧？我觉得。那这个变化，对它这个又是一个变化。那打了什么？对，提掉，然后完了之后再断上去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应该是吧。应该这样。嗯。哎，就是变成一个这个定型了。嗯。这个。也是一种变化，是吧？嗯，他连扳不能说他不好吧，应该是一个那个什么选择，是吧？嗯，大吃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粘上，对，粘上，黑棋这个也挺厚，爬回来。对，局部先在高位比这个还好点儿，比这个还好，嗯，高的更加的有利。嗯，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啊，黑棋下一步啊就比较狠了，在这儿。他觉得那个地方我都已经打了力下去了，他觉得对于白棋那外面那几颗子的理解呢，他觉得并不觉得你是后势，对，他觉得你这个间距啊还挺宽，我都要打进来攻击你。你要是再狠一点，你可以高一点的，有道理是吧？有道理，也可以啊。你这个底下不是已经有一个腿了吗？再高一点，底下要有腿了，不需要在下面了。是，作为黑棋这一方来说，应该说打入是一种攻击，哎，并不是一种说破你空啊。高一点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，对，是吧？因为这都是高位，只要把它隔开即可。嗯，现在就因为你走了这个之后呢，白棋啊，他就走这个了。嗯，他走了一个很实战的棋啊，他也不长，他如果长，他还怕你这个。对，是害怕这个。我觉得会贴起来。哎，他来一个连扳。连扳的话，现在他唯一担心的可能就是黑棋会挖吃出来，但是现在被断掉，好像没法弄了。下一步怎么收？怎么办？这郁闷的是，这上面还白棋争子有利。他不好走，所谓白棋有利，就是说你如果走的，我有可能这个。对呀，这样吧，这怎么办？接下来，你挡住黑棋，把争掉了，嗯，是吧？争掉了，争下来，嗯，这个棋黑棋不行，黑棋不好玩，嗯，哎，这个如果这样，当然是。黑棋就坏了，对，是的，所以他打吃冲出来你如果只是这么爬回去啊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白棋希望这样的，他走后嘛，是吧？对，对，白棋的威胁几乎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连扳，你不要下的还挺好，下挺好，挺好。我是觉得党一飞最近棋下的不错，确实。你要是之前他柯洁早想到他应该打高一点，对啊，我觉得您这个打高很有利啊，我就不知道白棋应该怎么办。现在尝一个，冷静，还是粘住的，是的，粘住的，这个当然是也要尝啊，尝这个，因为你挡他个至少能过，对，现在他走了这个，非常狠，哎，要白棋，要黑棋下，看看你这断点怎么。你要是走这个，那我。那我是不是要挡下去了？这就是压先手，我就挡下去了。对，这个黑棋就要麻烦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所以这个飞一个，它是也是腰眼上走。你这个时候你要没什么办法，还挺麻烦的。对。你这个如果跑回来这儿在嘴里呢，很麻烦。所以那个这个飞一个这个节奏啊，搞得黑棋有点难受。这个是让黑棋有点难受，但是柯洁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对，他想了什么招？你想欺负他不容易。他想了一个绝招，他走了一个这个，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。对，就往这儿走一个，确实不容易想到。因为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走这个，我这个你这就没断了，已经防住了。对，你走这个，我这吃了。对，那我就该走什么走什么，飞回去，比如说或者他可能这样，他要这么下，他这个够实战的。这个够实的，本来啊，你要走这个，被我这一断，不就没了吗？你走这个，我就挡住了嘛，就死掉了。走这个也走死掉了，两个给吃掉了。现在断不了了，他这太实战了。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没想到，这柯洁我们这个临时想出来的，煎了一个，让党一飞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个不知道了，可能是让他措手不及。
这幸好这是慢棋，如果快棋突然之间给你来这一下，可能真的想有不点到，措手不及。嗯，他是粘着这个。白棋压在上面，他的这两个子他都不粘，他觉得这你如个果棋，假如说断掉，那他高正好兴，打下去，他挡，他对，挡，其他实是要吃要那个弃子，他宁愿弃掉，嗯，弃子。但弃着对这边影响很大呀。这个弃子你不走，他还扳你呢。你如果是只是这样，苦一个。哎，对，这个棋啊，它反正是这个里面有还有收气的可能，那我觉得立他一下，他挺难受的。也难受，立他一下，对，他也大有概难只受。有补回去，对，估计。这个棋，这是白棋希望的啊。是。那还有你要希望的话，干脆就直接挡吧，也是一种选择，也他是是一觉种得选择。被他拐一下很不舒服吗？他就差这一下，嗯，然后再断。对，他就干脆搬一个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这个挡吧，挡一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也是很难过。吃的很 不愉快是对，吧？是你要干脆就这么来弃掉算。他是最后来了一个这个，他觉得这个厚，他怕拐了之后断了，怕来不及。他是让你，但是。但是遭到人家不飞，吃了，这个棋呢，飞呀，有点问题，应该您觉得跳，不应该应飞？该跳，哦，应该跳，跳回家，比较这个棋普形通，好多了，是吧？好觉多得，了，应该这样，跳完了基本上就不用再走了，这地方。对，这个棋你粘上之后那不一样，应该跳，飞了之后被粘上啊，以后啊有这个棋，有个飞，哎，有这个飞。飞的时候，假如说黑棋冲一个，冲一个也有这种可能性，那反正白棋的招很多，是哎，吧？有这感种觉可能性。这招样的很多。话，这两头有随时就有被攻的可能。这个，所以你这个呢就没有那个问题了。好，我们看实战，他走的这个，这个算告一段落，白棋走个后的，那么黑棋过去对，了。现在呢就这个轮到黑棋黑啊。棋搬了一黑个，棋把有这点个，哎，这个因为这后续短，一直大家放着不走啊。连搬，对，打一下，接住。对，把这个走了，定型成这样，对。而这个，这常规型，常见型。那这一招棋我觉得特别大，对，这个倒是大，这走完了之后就尤其显得那步棋因为大，这招棋本来还非没觉常得大，有多大，这但个。是黑棋就郁闷的是，它不能走到这两个。如果说它贴，它白棋肯定打了另一对，个，就肯定是只能选其一。只能选其一，但是这个棋被白棋走上这个之后啊，感觉，最后一个大的棋让他走了，对。然后黑棋这个要，因为不走这个被飞下来受不了，这也太大了，这顶不住了。本来你看这个差别很大，所以他这个又退后一续个，这个棋飞一个也可以考虑这个。尖冲，也是有一种选择，是这个，哎，这个时候用在那面先看黑棋怎么应，先压缩下它一一下。步再说这个。现在可能你还来不及这个，是吧？我都很想妥协。那个尖冲，那可能先走两下，比如说先刺一下之类这的，一类的，看看走两下，看看白棋的应法，然刺后一再决次定。的话，它也有这种可能性，也有这种可能挡性，下来。就是说这样的，就是说白棋啊，至少你这个时候啊。先尖冲是一种选项，是个选项。他是走的这个，飞一个。那以后尖冲啊，怕来不及。现在这个时候就面临着就是走中央的棋了。中央的棋怎么个处理？这中央其实是个难点，就难接下点。来应该怎么操作啊？怎么进行？确实有点困难，就看起来。是，现在呢，就是中央这个棋呢，中央不管怎么，他跨两手之后配合了这个后势啊，这个中央啊，白棋有很多这个作为，有很多作为，中央它可以有很多闲暇，可以有想法，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利用，是吧？你不管怎么说，这中间都有先手，所以你进来之后啊，进攻的话，白棋只要力量大，这个中间它能很多的，有可能有占便宜的可能性。所以现在黑棋怎么走中间是一个它的，一个要好好选择一下。他实战贴起来了，在这儿，贴起来，贴这个，先慢慢走啊。对。
走这个。嗯。然后，如果你只是这样，让黑棋走过来，他很愉快。黑棋愉快是吧？黑棋愉快。他把你的边控都破掉了，对对对，本来白棋是应该是往这边拆过去，这都能成控的。所以他抢这个。对。嗯。抢这个。但是我以为他。就是接下来会接着跳起来，比如说这个是就比较惯性的思路吧，就觉得贴嘛，他既然不搬呢，我就往前跳嘛，而且对这块其实是有压力的，对白棋。对，是有压力。我觉得这个跳好像也无可非议，看起来。也，他是不是怕这个吗？他觉得怕人家飞啊。怕这个吗？哦。中间他觉得这个，这样暂时是不怕。他觉得反正白棋这块棋不死就行。不会死，哎，对，暂时没问题。比如说这样也可以，是吧？都出来，也许他觉得这个给这交换呢，这个是木，嗯，有可能。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怎么选？黑棋的下一步怎么？黑棋点了一下，先点一下，对，考验一下白棋，看看你肯不肯就单接接上。是。那如果说你单接呢，以后将来粘上这局部没活。对，这个点一个好棋。他先压了一个。压了一个。黑棋搬，他也不肯长。长他可能也是粘上，也可能粘住。这走着一下，他下法可能不一样，搬一个也不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粘上。主要是这样一来呢，白棋这个现在活得特别铁，对，这个打吃，这个打吃，所以我就现在想，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长一个？不局限于活，他也可能不期望单纯的活。比如说，我尝一个，您粘上，那我再脱先嘛。以后我再考虑是走在走外面，还是走粘上，反正我可选嘛。但是这个以后，反正就不是粘这儿，就粘这儿，就这两下。要是你的话，可能单退算。我觉得我肯定会单退，这个、比较我不肯让他活得那么干净。对，这个这有点微妙，这地方。不，这个柯洁是搬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至少是一个好的选项。这个可选吧？可选，可选。这个挺好的。嗯。他下成这样，反正白棋已经活干净了。现在，那么他接下来这步棋，我觉得他下的挺好的。他下的这儿，下这儿，这个选择还是挺不错。所以他搬在这儿，他觉得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当然我高兴了。嗯，把这个都围上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棋白棋不肯呢、啊。白棋就这个时候中央就是让大家互破了。关键看中央，下成什么样，这是决定胜负的地方。白棋小尖。他飞一个，飞一个，对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这边的空会小一点，但是中央的头啊，它争过来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如果刚才黑棋往这边下的话，那白棋再往前飞一个，这个黑棋白棋的这个势就全部扩张过来了。这个可能黑棋不，他不满意，不满意，所以他选择这儿。对，是。这个逻辑也很好理解，因为你不想让人家飞过来嘛，所以你就下他飞的地方。对，还有一个别的选，就是说你干脆就干脆就进去，进去，要不就进去，这样。这样干脆这样算了，也可以，是吧？对，这别他这个来个吃中的，我又要围又要破，他是这样，但是这个尖一个这样，也有点难受，以后被他贴一个也很讨厌。对，嗯，是的。这个中间，怎么走？他是选了一个这个，走在这儿。嗯，这个就比较直接了，就干脆就进了。就是两头都这个，我又护着这面，那面呢也能进来，现在是中央伸的是很难，对，很难的，嗯，这个怎么来选？黑棋靠，他搬，长一个，他就贴一个，这个形状感觉还不错啊，贴着这是外面，飞一个，这白棋确实挺狠的。他削在这儿，显然是把黑棋想把黑棋空破掉。对，然后人家靠过去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空还要护住。顺势围住。那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不是你的，我空还要活进去。是，够狠的，就下的。现在这个力量，他们的力量很大，这个很大，这个都得要，这个必须要飞一个。这个那就看力量，看怎么攻他了。两头这个特别需要，但是现在他这个哪个好？我是觉得应该退出来，好歹先给他留个不活的地方。飞一个，这个是依然是很难下。柯洁这个选项，这个选择特别难。对，这个时候，嗯，不知道说哪一个是对的。你现在这一块攻啊，假如说
当初这样的话，刘老师，哎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走一个这个？你一直在感觉是这样。对，即使我走这个是后手，嗯，假如说你要脱先，你中间走一个，你走一个你也没脸好啊。那我粘上的话，先逼你一下，先把我自己先撞得很厚。对。然后呢，好歹你两个眼都撞后活了，我这中间还可以接着攻你啊，不着急。这个是比较狠的，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。哎，这个我估计他可能是把这个抓掉，抓掉是吧？那我这儿有手棋，我再飞照过来，那就区别就大了。还在里面掏空，反正是折腾。是，我估计他只能那样下。现在是这样呢，那就他还是在攻哈。嗯嗯，黑棋是不是继续进攻？嗯，刚才你那个也是非常凶的。哦。现在实际上看着黑棋啊，如果力量大的话，是白棋这个有点困难，困难就是有可能这块棋活了有危险的可能性，是的，要动得狠一点的。嗯、那柯洁看他怎么来处置这个下法呢？嗯、看柯洁的了。哦，这棋接下来黑棋应该下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，到底应该从哪儿进攻？你这进攻是不是有效？方向比较多。对啊、哎，你如果把它照进去，你又把握把它吃了嘛？如果说让它全活在你空里，那你可能就落空了。嗯，所以这其实现在选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很困难的 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给大家留点悬念吧，让大家思考一下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刚才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的棋局呢，是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一轮主将战，是由厦门队的柯洁对阵成都队的打一飞啊。刚才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现在该黑棋下，就是说这个攻击啊，其实很困难，很乱，现在很乱。啊、现在黑棋下，黑棋呢，它就是你看这怎么攻这两颗子。然后呢，中间呢还没有彻底活，嗯，那么这面呢也没有说它还有点利用，那怎么这个比较复杂？它要么就破一点，现在因为这个比较错综复杂或者没找准方向的时候呢，是这黑棋走的什么呢？黑棋啊，下一步这个柯洁啊，他走的是比较狠的，他走在这里，他靠了一个，哎，这也完全想不到，我觉得这个常常啊，高手下棋啊，在你未定型的时候啊，找准方向的时候，嗯、都是先问一下你，你是要靠你是退呢，还是要不要让，还是走墙，然后我再选择是怎么攻你。对，哎，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思维方法啊。嗯、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挡一飞往前后退，当然是相安无事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便宜了，对，是吧？哎，你要走这个，他也是那样、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多数啊，我想。可能是要这个反击一下，要反击，哎，因为这个棋这儿都有两颗子了，对，哎，然后柯洁是往这儿走，嗯，柯洁立了一下，先立，对吧？立一个，这是他的先手，然后再往上走一个，这个是比较狠的，挡一飞硬的也特别狠，他是找最狠的下，我觉得，对，他这个棋当然也不要打了之后啊，这个棋有可能有别的问题。这个棋，嗯，你比如说断一个，然后再一打吃，打吃，再、哦、把这个抓了，对，这个就黑棋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我觉得白棋已经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对，所以可千万不要这么下，哎，这个棋是不行的。那么好，他是走的这个长一个，你看走的最强的硬手，对，他就选最狠的下，最狠的下，嗯。太强了，这可见他的斗志啊非常旺盛。挡一飞这个下法很强，嗯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如果敢走这个，我会走这个，嗯，我可能就要把你全吃了，要吃、嗯、至少这样或可以这样，对，全吃，你觉得你进来全是死的，对，没有一个子能活，甚至我可能啊，我这个先手吧，嗯，这样我有可能这样。都把你吃了，或者粘住也行，对，他妈粘住也可以。反正我就是要全吃，要全吃，没什么好商量的了，这已经。就有可能要全吃你，嗯，这样也可以，是吧？或者是，走成这样，有可能要全吃你。嗯，你有这个胆量进来，我就要全。我就要吃你。好，那么这个棋呢，他就没有这么下。嗯，这样的棋。他长，他不敢搬下去了。对，没有搬。是。
黑棋飞了一个，飞了一个。嗯，他先放一放，先不走，嗯、先飞一个。先看这边的。嗯。哇，这两个等于是都这种形状，对呀、啊，飞呢就是就是很多冲断，但是你现在冲断，现在冲断它就弃，它就算了，那就一路弃子。哦，这个没啥意思，对这个黑棋没啥意思，吃的太小，因为走完之后你下面还走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吃完这个实木棋没意思、嗯，所以这个不可能冲断。嗯嗯，黑棋飞一个，飞这个，这个形状都很奇怪啊。对，看起来都是有点奇怪，感觉他们这个下法哪个地方总觉得有没有可以更好一点的那选择呢？我是觉得刚才退出来，如果先把它联络先分段会好一些。啊、还在纠结着，还在想这个问题。是，因为那样一来的话，如果说即使我飞完了这下不走。你这一手连好像也是有点怪，是，即使这下不走嘛，啊，我就不走嘛。对，这白棋有点奇怪吧？看起来有点奇怪，感觉这个地方中间呢有很多变数。嗯，但是在现在对这个是很厉害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？很厉害，对，因为我总觉得让他活了，我很不甘心，不甘心有点。现在黑棋是这么点一个让他双住，然后再走在这里。那你像现在这个形状，这几招效率啊，像似，能攻着白棋那个什么，但是这几招也可以说，你这可以考虑这样，这两个交换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走是吧？直接走，你说点了直接跳一个，哦，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手法，也可以考虑，是吧？攻他的话，对，这而且还有一种。那个想，我总是很想在这个地方粘一个什么让他退掉，但是这可能啊，你因为粘的遭到反击，有可能被他这样，对，他有可能把你揪住了，有可能揪住，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有点拿不定主意。柯洁，我相信柯洁的选择啊，他们这盘棋呢都是每方用的都是3小时的，2小时45分，对，就是传统的慢棋慢棋，所以呢应该相信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对，这个还不同于这个快棋，哎，这个棋呢，他们深思熟虑就这么来进攻，这个黑棋用力也很猛，然后呢，白棋是搬那个不走的话，这个跳一个，这个棋三个就很单薄了，这好像要做眼有点难呢，对，看起来是搬了长，是吧？对。黑棋把这个跳回去，对，自身的形状不太好。这个要不走的话，这里面是有点问题，有点难受吧？这个很麻烦。这个棋你走什么呢？是冲一个，这靠一个也行。我不知道走哪儿，挖一个也可能。他就算长一个，这人家都通了，已经连了，也不好。所以这个特别大。所以要走。是吧？这个要走，而且白棋一旦连上的话，这黑棋中间它自身那小棋，对，这个是很大的，要必须走。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啊，变成了什么呢？如果不走啊，这个棋啊，这块棋还没活，这跳一个它很麻烦。是的，是的，这都没有眼位了。在很久以前，说贴了白棋拆的时候，我就想跳。对。但是现在这边已经走好了，哪个时候跳，那一直没来得及。其实跳一个很大的，让白棋腾出手来，把这个扳的特别大，这个特别大。对，我这个是要紧的，这个不抢，哪怕他尝一个，这个这里面都没活。没错，是的，他就算尝一个也行，啊，所以这白棋扳，他扳，然后这就是拼命的是也要是不能让了，断一个，这就大家现在黑棋不能打吧，刘老师？打他可能会走这个了啊。这个也要命啊，这个把这个脚给吃拿掉了，这个啃吗？这个他有点心疼吗？心疼，这个脚太大。这个假如说这个黑棋冲过来，就冲过来，这关键这个棋这个脚已经拿掉了，中间是不是他还有别的利用啊？他觉得这个转换的话，白棋是不是已经可以了？转换本身呢，这个棋已经不比他小了，目已经很大了，也目不比他小了。而且中间好像这黑棋感觉还有一些利用啊，还有利用，所以这个打是不可能的，这不能打，不能打，这个只能是胡，重吃，对，长长一个，
贴住。对，这个是演这个眼可要注意，这一打这眼就打没了。对，所以刚才为什么想打他一下？然后黑棋长的时候啊，还得再走，不走你如果这样被他一拐啊，这个眼位还麻烦，还是不足，还是不足。因为这一挖吃就是没眼，你可能只能这样。嗯，这样的话这一挡没活。是的，这是不是眼？这是一个眼。嗯，这个棋你只能在中间找眼了。嗯，就讨厌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虽然有可能也不会死啊。嗯。你现在该白棋也可能不会死，但是呢，这个棋就是说很讨厌，它有利用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一贴，万无一失，干脆把这个活了。这活头如果再长，我这吃这里面就铁活了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挡我这一吃就是。这是一个趋势。对。粘上，反正这儿随便走一个就行了。我这个也活了吗？怎么都活了是吧？怎么都活。然后你团这个，它底下一爬，一爬就活了，是吧？这底下是个眼，上面一个眼，铁活。这我就必须这个也要抢。对。所以下成这样呢，这个。通过这个冲，现在呢就变成什么呢？黑棋这个来不及。本来这个棋啊，如果粘上，当然它挡得非常舒、非常舒服，跳一个也行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要走这个，我就可能冲断你。对，是的，冲断你了，把你先留下。先留下了。所以那个这个棋总是想粘住，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粘。嗯，这个又是拼力量，他这个时候不可能走这个了。他不肯。他是走这个。对啊。然后黑棋断了，断，哎，然后他是先走这个要一个，这个先手，这个是先手，这个先手给他断，对，断一个，怎么办？这个棋啊，他是选择就是单粘上，单粘上，这黑棋啊还拿他没有办法，你如果这么打，是吧？对，他大概只有挡这边吧。挡这边不行，如果挡这个拐打、这个、这一击打这两个棋了，脚死了。那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棋啊，这一提，你打接上我一粘，你只能吃这个。我这脚死了，这脚死了，这得不偿失。你不能打劫，打劫是先对啊，有一个回响。这脚二十目都不这个不能不可取，黑棋不能三十目不能这么想，你只能是什么呢？这个棋啊，只能往这边走。但这一拐啊，也不好办。走什么？我觉得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弃子了吧？这长一个被挤过已经死了。不，长一个他有个挖。哦，还有个挖、哎，那更不行了。不是，那就不用谈了。有个挖，挖你不好办。挖一个只能打底下呀、啊。打底下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棋，这一吃怎么办？全连不上。这个棋怎么办？你还做这个吗？对，我这抓通了之后，抓通了，然后人、这个、人还挤过。这还有断，还有断，简直是生不如死，这没法看。然后你这个如果说你好，我棋子这样，这个也不好办，为什么？这个抓了，打吃。他还有一个这个呢，哦，还有一个这个。我是觉得白棋挤过已经很好了。这一走还渡过呢，刘老师还各种的欺负。这个也不行。所以这是不可以的。嗯，你只能这个棋挡完了顶住，我觉得这是可以，好像是只能这样下，就一路翻打度过了算了。这样的话，粘上呗，哎对，粘一个这样，嗯，也就这样了，是吧？打吃，然后我就度过呗。对对对，这样，但是没有别的招啊。这个棋呢，他还不肯，关键是黑棋还不肯。嗯，这样你的度过是后手走透了，让白棋先动手，他不肯。他走后了之后，这边走后之后，白棋动手在那边走，他这个棋不好办。嗯，所以这个时候柯洁有点为难了，他不知道走哪儿了、他走的什么？他粘上了，粘上，对，粘上这个、这个刚才一直说，你说这个很大，的确，这个很大。我觉得他是不是想粘一个，然后跟白棋先交换一下，贴一个交换。哎，比如说他硬一个，不过这个那个本身有价值，这个本身价值很大。嗯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白棋他来了一个狠招。这个棋啊，你要说白棋啊，在中间走一个或者怎么哪儿走一个也很正常。我可不敢，如果下的话，就是说如果说这棋像他实战那个下法，我真的不敢。哦，就是走一个是正常的哈。我觉得我肯定会想这棋应该走在哪里，就是说。你说这个以后下一步，你看一尖，这都是先手。嗯。哎，我觉得这种都是哪怕这个或者这个是吧，这都可以考虑是吧？嗯，但是他不走了，这个挡一飞是把这个给吃了，
那省得你给我这个以后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还事有一儿了，个 low 过的手，干脆把它吃掉。这个不当用然跟很我讲大，了，嗯。很大。但是呢，就你这个一吃呢，下面就该黑棋动手了。这把黑棋惹急了，这只黑能棋，动手了，这没对对法对，看了，这不动手是肯定不够了。这黑棋，棋呢，如果你是粘上被它贴一个呢，它活了就行，对，活了即可。它这样的活的概率很高，基本上是它中间做眼就行了，嗯，所以它干脆给你断掉。不，我觉得挡一飞下的真够狠的，这狠的，对，这把人黑棋逼上梁山了，这其实它不中间吃你补已一经个没也是辙可了以的都。啊。就用对这啊，个地方，你只要没棋即可。哦，这个中间是飞了吧？中间现在飞，飞了一个，哎，飞了，已经飞过了，已经飞过了，早先飞过了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哦，所以呢，你没有机会跳。刚才对对对，嗯，是这样。然后他断的时候，白棋打拔。打拔，对，嗯，然后呢，他贴住。他现在贴住了，贴住是这样，是要吃这整块，看着很危险的。对，我也觉得白棋很危险，很危险，看起来。这个，但是他胆大，胆大，他觉得这个棋，他先搬了一下贴之前，搬这个，搬这个跟他交换，这都是他先手，然后他贴的，贴了，嗯，然后呢，贴一个，走这个，他先靠这个，他先靠靠一个这个，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要是直接走这个断一个，这还不是他出棋了，不好吃，哎，不容易吃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棋就。白棋就好下了，这个好像是不是拐打一个就可以？拐打一个就可以了，特别简单嘛，简单明了就搞定了。嗯，这个棋就回家的感觉。嗯，所以这个棋呢，他走的是搬，他搬这个，嗯，搬这个，白棋断，哎，这看不，白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哦，先虎一个，虎一个，先虎，对吧？给黑棋留点。黑棋，嗯，其实这个时候呢。白棋还有没有别的下法呢？我看啊，你要是走这个，嗯，走这个棋，他就往前贴，对，对吧？嗯，他就黑棋就跟着拽着你走，哎，你这个比如说他在贴你一个，是吧？你要吃我，这好像还连不上，哎，嗯，这个是黑棋是这么想的，嗯，但是他现在是挡一飞，这个先虎一个，但是让黑棋先断。这地方计算很复杂，看起来，长一个。对，先考验你一下。对，然后白棋断。断这个，这个比较复杂。这看着眼花缭乱的，有点，哦，实在是看不明白。哎，然后他在这儿先打一下，是他的先手，这个是必然的。其实我打吃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提掉他。提掉怕一些什么招法呢？就怕那边打完了长出来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棋还是有，还是要小心嘛。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打或者这么出来了，他。之后的这个这一打怎么办？再一长，这个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棋，所以他只能这样，只能如此，只能如此。哎，所以呢，再一打吃，再打吃，这个都鬼他。再打这个，打这个，嗯，这个看似啊是像把白棋能吃掉，嗯，看似是吃掉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在这个地方吃，他接打，再接打，他提掉的时候，提掉这一退就行了。这个棋哪儿找的眼去啊？就没有家回家的可能性，是吧？这个看着就基本上就没有是个绝路了，就这个时候，对，看着是绝路了，因为你这是一个选择，嗯，这个也不行，对吧？嗯，只有这两手了，你还有别的吗？你这个也不合适，这个呢，他就，这个是这个好像也是不行，这看着也不太行，不太行，可能是不是有尖？嗯，尖这个。就算这样，回家这个先手能做出一只眼的话，会不会好一点？这个好像也不行吧？这个眼位哪儿找两个眼？看得不像第二个眼做不出来了，也不行，第二个眼做不出来。这个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挡一飞出了一个绝招，嗯，绝手，他就没想到从背后打一个，你大家都想不到，结果就是这一手棋，结果得救了，嗯，你只有提，没有别的。那刚才。黑棋刘老师这个时候能不能打这个？打这个，他不是这本就看着好像这本不太行，这本回来了，看着不像行的样子。这个回家了，这看真有点眼花缭乱。他这个第一感是感觉是你没有路了，只有这个和这个这两个接打就行了。但是他没想到从后面打，我们现在看主要看后面啊。提掉，这个一打呢，他一冲啊，这个棋意外的不同，接对
接上。对，接这个。那要么这个棋啊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啊，嗯，他打的这个太打太早了。现在啊，现在这个先不打是吧？先不打，不要紧那一口气，先不要紧这口气。现在因为紧这口，这个特别复杂，因为现本来你这样，如果不走这个的话，假如说这样的情况下，哦，这下不打，这也不打，打完了。哦，打完了，他不，你现在是打这个嘛？我提这个，对，你再打这个。他本来是这下先打掉，哦，这一样啊，这个其次他把这个已经都没有什么，这已经走过了。对，现在打这个，现在打这个有点乱。如果说这个不走，不假如说这样，这还是得走掉，我觉得还是得走，没有办法。好吧，这个就打这个吧，就这样。他说明这个白棋之下的这个太好了，下得好。嗯，他走在这儿了，看看，接上。这个棋呢特别奇怪，他这个特别的，他成立。特别的，你这下粘不上，你这郁闷的。他有个这个，他有个扳，粘上被冲过来，你横打竖打，这反正杀气总是差一气，差一气。粘上，再走这个，他一打吃。对，他粘上，那意外的是黑棋怎么走都不行了。他总是差一气，你那边不长气。这个棋啊，你走这个，他这一紧气你就没了。嗯。这个棋。就是挡一飞下的很神奇，对，非常神奇，刚好是从背后打一个再冲，白棋气场，这个意外的成功，对，意外的成功，看来这地方还是很多棋，对对，看起来好像白棋不好活的地方，打吃，那黑棋没办法，只能做劫，他提劫是吧？然后接上，这是他个劫材，提掉，然后再回来，对，是吧？白棋这个时候找劫。找这个劫吗？对，尖一个。尖一个。这个不能转换，这个太大了，被搬掉。黑棋冲了一个吧。冲一个。嗯，挡住。他倒也没有找那些很特别严厉的劫材。挖一个。挖的。是吧？挖一个。打吃。嗯。提掉。提掉。黑棋算了。这个棋。他肯算吗？这个时候居然。这个棋、啊。我是觉得很不肯算的这棋。这个棋他。这个关键的时候去补了，就是不要那个什么了吧？这个棋补掉是不是有点太消极了？嗯，断掉吧，断掉。对啊，断一个多大呀？太大了。是啊，断掉白棋可能是这样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，只能如此了。嗯，那您要粘回去吗？粘回去白棋，我觉得可能会走这个打下去。嗯，这样的话，你觉得这个劫虽然是还留着嘛，再继续打劫，但是这个棋很大。下一步还有各种搜刮，这个样的话是一盘，未知他是不是想着黑棋走这样走这样，等您接上我再断？对，有可能，因为这个棋的确很大。但是问题是，这白棋不是那么下的呀。非常大，这个棋因为这个马上的搜刮，你都有点吃不消。我觉得黑棋想的太美好了，黑棋想的。如果这样是一盘黑的，可能。还不错的棋，就断这个，然后他挡下去，接着收，是吧？直接收，但黑棋还可能，胜的概率要高一点，嗯，黑棋好一点也可能，但是呢，他实战是他实战走这个，但如果走成这样，被他这一虎啊，意外的，他肯定没想到人家会虎一个，我觉得意外，他以为人家粘上，对，然后他再断了，他意外的就麻烦，想的太美好了，他胆子特别大，他走这个，那查进去，这郁闷的是他还不能粘。如果粘他扳，粘正好被粘死了吧？不，他这个扳这个就可扳这个就很大，他不好杀他。不，我就想着粘一个，不已经黑棋已经死了吗？哦，就已经给他断了，这连不上。对对对对，还真是，你这个棋被他这冲死了，所以他粘不上。还不行，他郁闷了。所以这个棋切到这儿来，只有断。断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棋黑棋都收控即可。是的。现在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现在黑棋还真的有点麻烦，我估计他是读秒了，冲一个。哦，不，这个时候，这冲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冲一个，他就在想这里怎么办。对。他怕人家粘上嘛，因为这个劫现在不管粘不粘，人家接下来他都能粘。冲一个毫无意义，他是。他只能回补一个。对。他先把这个粘得给补掉啊。然后呢，他走这个啊。对，提掉。嗯。这个白棋啊，这个也吃了，然后控照破。对。妹妹也活了，黑棋走的什么呢？黑棋。只是抢了一手，本来你也能抢，嗯，那么得到这两个子都是小意思了，对，所以这个黑棋明显的亏了，
他团一个。团一个，然后他是活棋。体节。嗯。体节。然后他是找了一个这个节，是吧？挖找了一个节。挖一个，我还觉得损了，还不太肯呢。对，他走，他已经觉得形势好。然后呢，黑棋走这个尖，我尖我也觉得应该走这个，为什么不这样呢？他找劫，他走的一个这个，这个呢挖一个，我那至少这两个还我便宜，至少也有一目棋啊。这个的话，他是不是粘上了？哦，断不行是吧？断了打了一跳。这个棋这个是后手，大概就我就再走这个也还好一点，也是一样。嗯，而且我可能走在这里。嗯，是的。是吧？嗯。下法不一样，我不会断了。对，那他实战走了这个之后啊，白棋还不粘。这白棋简直是太欺负人了，看着。他是加的。他加一个，嗯，立下来，然后小尖。小尖，你敢再提吗？他还往前走的。对啊，他这个还什么顶了搬起来呢，还给你。对，非常强。把眼全坐到里头去，主要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他黑棋啊，他郁闷在哪里呢？他即使粘上，但他待会一团打，你还不能粘上，这还有个粘，这。接着又要打劫，对，他的下法很多啊，所以他这眼其实挺丰富的，这棋白棋的眼是这样的，而且他还有这种可能性，这给你这么你敢吗？他这个还有这种可能性，他要给你活到你的府控里面，是啊，这个就黑棋太难受，这一路这个下这有可能变成了一个这个当官了，这变成你这个棋就不有作用，还不如直接在这里呢，还不如直接在这里。黑棋我觉得给人感觉就想收收控，我赢了就行了，这个搞得他很难过，结果白棋根本就不答应啊，这招棋应该走在这里，现在实战就走成这样啊，我估计这个柯洁很郁闷，对，一直往前突啊，这个是在白棋手嘴里，是的，嗯，在白棋嘴里，然后现在白棋终于回粘上了，这个时候其实也没啥意思，再往前走被他还打这个劫，这没必要了，但是他便宜占尽了，嗯，因为你这个时候打劫啊，他还有可能，比如说各种，他待会还有可能团打呢，还有可能啊，团打在这儿，还有可能接着欺负你，比如说这种欺负，他现在是粘的，柯洁是粘的这个是吧？粘上。然后他把这个唬住，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已经要差一点。他这破了，你看这么多。对啊。黑棋在这个地方，本来你一步到这到位到这里都能比这个围的大得多。嗯、对。嗯，现在这个是明显亏了好多目。嗯。那么现在就是开始收官了。对。白棋很机敏的把这个逆收收掉了。这个。也不算逆收，因为但是这个这个的确很大。嗯。他黑棋一般呢、啊，连续的。家都有，一二三四，很大，六亩，对，已经，因为他立完之后啊，他还有这个跳的收数，嗯，这一跳，挡了叫吃什么，还有一些亩，所以这个看着小，实际上非常大，是的，白棋立，嗯，黑棋把这个打掉，黑棋现在是走了什么，把那个。打一下，他是把这个顶了、啊，他先交换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打拔了。嗯，这个很大，是吧？这个很大。嗯，他断了一下，断一个，否则他还有那个有点看不清。哎，对，对那个总是要交换掉嘛。然后把这个爬了。爬，这不走我这都会团一个。对，是的。哎、你看你是吃还是挡、嗯？他是走什么？他是挡。他挡住了，嗯、然后这一打吃，打的黑棋难受了。黑棋不能粘了，粘一跳就麻烦了。他不知道走哪儿了，主要是一打吃，他走哪儿都不对。这个打劫，走这儿被一提，嗯，走这儿被一提。对，这个让黑棋收官也收的难受。现在是应该是白棋，嗯，明显要好，很顺水满帆的。因为这个他破的也得手了，黑棋围了半天，攻了半天呢。你看他得的空很多，黑棋在哪儿呢？黑棋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这个原来就是他的空。对。但是这棋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并不是差很多。说明前面黑棋布局啊，还是有一定的有优势是吧、有一定的优势。黑棋布局还是不错的地方啊，感觉还进攻啊什么地方哪个地方如果用力得当的话，这个黑棋还是很有攻击力的。后来你看这个被他这反打一下子，就那么打劫的时候，他断的时候还是
对，还不配得好。错，是吧？那个时候还是不错。就是其实白棋下法一直都很拼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在那儿拖了两手先，他在这儿搬了一个，对，然后后来又在这儿打了一下，两手先，然后就跟你拼这块棋的死活，他就赌你，你吃不掉我。对了，啊，就如果说形势好的话，他不需要下这么拼。但不过打赢飞也确实，是拼搏精神可嘉呀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白棋打吃的时候，黑棋已经不知道走哪儿了。黑棋走什么？他实战就拼力，搏这个了一当然下很大，啊，对力这度个很拼大，搬，对。那否则被人家一扳。嗯，然后呢，白棋跳，跳，黑棋爬都一不个，能啊，他走这儿。哇，这往前走，如果你冲断，他可能一路打下去了，对，是吧？他拐一个，拐一个，挤。那又是打这个劫了，对呀，接着打劫啊，打这个劫，提掉。嗯，黑棋是。黑棋这里是劫啊，这里有劫，或者他打了一个，打了一个，踢掉，提掉，好，这是个劫，然后提回来，提回来，白棋找劫，白棋搬粘吧，对，搬搬粘，粘啊，这是劫材，对，这个接上，要他把走，这个团打掉，打掉，踢掉，他提，然后那本踢身掉，是个扑，是个劫，对，扑，踢掉，对，他然打后再吃，提。白棋打吃，打吃接是个上，劫，然后踢再劫，提劫。黑棋黑棋也没什么劫材了，黑棋冲一个冲是了一劫，个，对，冲是个劫材，冲接上。对，提，啊，提，还粘了一个，这个是中劫，间一起，然后再提。提劫，黑棋扳了一下那里，那这个粘是很愉快的一粘，劫材，嗯，接住，再提。提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黑棋啊，在这个地方我看到好像是找了一个劫，在这个地方是吧？对，他后来他是虎了这个粘上，对，然后呢，白棋这中间冲掉了，粘上。黑棋这儿找了个劫，对，对，粘住，这是这样次序。然后白哦，棋断了一个，他一黑打棋吃，吃，他这劫呢，他打不赢了。白棋一提劫，他看打不赢了，他就这考验了他一下。他扑。最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提了，回头了，然后白棋把这个提了，啊，这交换成这样，就虎了一个，团住，这是最后一手，这就样，下到这儿，他觉得实在是收不赢了。其实盘面还是黑棋好一点，盘面黑棋好一啊，点，他但是区差别不是太大，呢，差不是很这多。个棋呢，赢的是不是说赢的是非常多？对，看着便宜很多，实际上赢的不是很多。最后呢，盘面黑棋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对，是的。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，认直白输了，的党一菲是对。中盘战胜了柯洁。应该说，党一菲这，拼搏得很激烈，我觉得这个拼搏精神可嘉吧。好，还是那下得我，很精彩是啊！的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